office 入邊，除咗老細成日都黑住面之外，其實啲同事都成日黑住面做嘢噶。梗係啦，翻工又多嘢做，又要受老細氣，仲要成日 OT 添，咁大壓力仲點笑得出啊？有壓力就要解決啦，所以我哋今日就會推行一個辦公室電台，俾啲同事咧匿名點唱，發泄一下佢哋平時積聚嘅怨氣。愛護同事協會，愛你的同事如同自己。各位同事，午休人靜啦。你的心事有谁听呢？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思敬，爱君雅，欢迎收听今天的爱护同事协会。又到了星期一了吧，你们是不是已经坐埋了不少委屈呢？放心交给我们，再大的怨气我们都可以帮你读出来的。第一位听众是发名大腿开合图的男同事，姑且叫他做阿腿。他點唱的是一首經典情歌，李慧敏的《你沒有好結果》，更加分享他一段慘痛的經歷。親愛的同事，雖然我不肯定你是誰，但我和你這段經歷刻骨刺心，大家都是男人，在工作上我們沒有交集，不過緣分將我們拉在一起，共事在這個童真屋檐下。不知不覺我開始留意你，每日你都是最早到最遲走，一定好不好受。繁重的工作搞到你食無定時，有時一點，有時三點，有時五食。你餐餐叫的外賣多肉少菜，有時我會偷偷地幫你叫多個菜，我覺得在你在到有些瘋狂，但可惜你一次又一次令我失望。因為你順利去到廁所，可唔可以考慮下個馬桶啊？仍相信有場好戲，命中已注定等你，報應日漸臨近，來清算你罪行。我衷心咁希望你去完廁所可以洗翻乾淨個廁所，同埋換翻個廁紙筒，或者喺你未識呢件事之前，唔好再喺公司廁所入面。結果。我手上呢一张点唱纸是公司一位女同事写的噃。毕业之后，青春都奉献晒俾公司。我唔系有咩怨言，绝对唔系。我爱公司，公司爱我。只系间中都会希望有人了解，有人 check。所以曾经都幻想过可以同同事更进一步。好可惜，最后都是失败告终。因为顶你班男同事企呢啲得唔得嘅啫？你咁样衰，我点做嘢啊？女同事，你又唔使咁灰心噶噃。缘分嘅嘢，迟早都会喺度嘅。可能佢荡失路啦，不过唔好咁快放弃佢哋啊。经你悉心打扮之下。他们都是一个潜力股来的。送给一众的女同事，周杰伦的《阳光宅男》。天气预报，现在的时间是下午12:40，公司大致阴沉，间中有几阵怨念，估计稍后开会时间，专柜客户可能会引发狂风雷暴。OT 警告现正生效啊！上班人士请注意了，预料今天下班时间不稳定，可能需要自备银弹搭的士啊，或者留在安全的地方啊，亦即是公司。翻到嚟第二节的时间啦，继续为大家点唱啊！美術部的 Cherry 咧就話想點唱呢一首勵志歌曲俾一班同佢出生入死嘅同事嘅。佢好簡單咁留低咗一席話：人冇夢想同一條鹹魚有咩分別？加油啊！下期新春金多寶一齊夾！节目完结之前，有一位同事希望点唱俾佢生命中最重要嘅人。佢话：虽然成日都见你唔到，虽然我 send 俾你嘅 message 你通常都唔复，
虽然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付出的都比你多，但是我都会继续爱你，因为你有出粮给我们的老细。谁车高不说钱那钱可搬到金钱 Oh money 谁多说愿意晚年明月靠你去开始最后他还留下一句给老细的说话老细你收懂我们的心意没啊大家的吃饭时间都差不多了我哋有缘嘅，再接收大家点唱啦，嘟一点。